亲自来主持我们交通警察大队新卸任大队长的一个交接典礼。那新任大队长张伟忠是警察大学行政系60期的，中山大学的硕士毕业，历任的澎湖以及屏东县的副局长，还有本局相关的督察、内政部警政署、保安组的科长。 当然，刚刚在闲聊的时候，他也认识了我们高雄市派出所的主管以及侦查队长，可以说是对我们高雄市相当的远。那我想，张大长荣任这个本市的交通大队长这个职务，能推动很多的一个交通疏处以及防治的工作，应该游刃有余，来保障我们市民的一个安全以及交通的一个秩序。 那特别要提醒我们张大队长，能好好的推动本市的一个防治交通的这些工作。